是香港晚上下午大概7点多的时间，我们刚从星巴克休息走出来，正要去吃晚餐，要去吃什么？金华冰厅。金华冰厅哦。冰厅啊。冰厅。啊，因为刚刚这个心情真的不太好，因为香港的，对，你走不走？因为香港的人真的太多了，然后拿下雨天的话，大家其实都拿着雨伞。那拿着雨伞的话，就是要在比看谁的雨伞最强韧。对，那结论就是我们在 Seven 买了一把多少钱？69块的雨伞，算是还蛮厉害的，所以蛮推荐可以来香港买。所以现在心情怎么样？觉得你废话好多、哦。是因为今天晚上人变少了，心情就比较好一点，话就比较多。那希望等一下人也不要太多。有点破坏到我现在的心情。好，就这样结束。蛮大精华冰厅的，这边是我觉得态度最最好的一节之后。菠萝，这是得过奖的菠萝，这个。啊，想吃了是不是？不行啦。我还没拍照。我们现在在香港的 IFC Mall， 你们看这边。About Hong Kong? Yeah. I love it because I've gotten to see you, which is Mike, and then beautiful girlfriend, Aiden, best friends with me, and I got to see my like, little student, James. And it's beautiful! And Hong Kong, it's fun to say. It's fun to be here. Hong Kong. Okay. And what? Yeah, I'm here. Yeah, I've been here already. Like, 不好意思，你台湾人讲中文可以吗 ？So yeah, I love Hong Kong. Hong Kong is my second home. But this is your second. This is the best time you've ever had in Hong Kong. Definitely. 那个今天天气好压吗？好压。我们可爱。我们可爱吗？那个 together， correct， together， yes， three。我们可爱吗？这是我们第一句教他们的中文。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叫什么手电梯？半山扶手电梯。好，那个，然后呢？我们来到就是这个地方，算是中环兰桂坊旁边，兰桂坊旁边吗？对不对？在中环。在中环吗？对，然后呢，就是这里有那辆叮叮车，叮叮车，然后这边是高楼大厦，两侧都是大楼，啊，就是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没什么好说。Thank you.
掉，投币进去它就会跑出来。写好了，要来寄信了。嗯，一定要。要吃济南串，你每次都录一些。这几个好吃。哎，鸽子这样飞。刚撞了我一下。好了吗？今天是什么眼妆？丑不拉几眼妆。